你的在闪，你的开了，我的也开了，8:42。我的在充电吗？有啊，8:42。那我先走出去，我好热。好。来，我还要忘记啊。我先出去等你。有人在你后面，有人撞。对不起。很好，那就滑去中间啊，顺顺滑。你有没有看车？缆车有没有开啊？最起码这个有开啊。Gondola 呢？Gondola 没看了。反正滑去那边没有的话，那里也有一个小雀。小雀应该都是会开吧。这种刚长刚压好的，一定很好哦。硬的哎、欸，对啊，硬但是很好的，不是真的硬。你先去门口等。
力计划才对。对啊，就酷到晚上啊，乱讲一通。对啊，乱讲。就讲嗨哟就好了。对，是我们。解透，解透。有吗？新年快乐。他跑得太快了，我觉得因为我们缆车上默默的有。然后只有我发出声音，所以说我就跑跑跑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有声音的话，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很早，我们现在是45分，应该是，所以该跑了的话。屁股很酸，今天。酸什么？就会酸，就是下 Giant 什么那一类的冰面之类的吧。但只酸左边，因为你的右边是突然转过去的、啊，你的右边你不害怕，所以你不会去用右边。嗯，你的主力是用左边减速，然后右边是赶快再转回再用左边，跟我一样，我的右边动作不确实。不过我觉得我右边转比较顺，左边转会紧张。你不是右边转的比较顺、欸，往右转比较紧张，就用左脚站的时候比较紧张、啊。嗯，理论上我们都是右撇子，我们的症状应该会一样。不是不是，我是用左转比较没事，右转比较紧张。像走那个沿路道有点陡的时候，左转都紧张的要死。向左转。向右转，用左脚。左脚走。他跑太快了。幸好我录到，我只想要看一下他的腳。你看，我现在看，我看正前方，那镜头朝哪？下一点一点点。对啊，我调过了。那我嘞？你也是朝下一点点，你应该不用担心。我是帽子，我再转一转，会不会我把帽子转紧以后，它又朝上？我是说后面的那个头扣。我现在转。嗯，有一点点冷。你看我转紧了，它有没有朝上下去？没有啊。嗯，那我装顶很好，装顶。一直发怪声，必须赶动物。你这样吵，它就躲起来了啊！你白痴哦、喔。这样子他就不会出来了啊，就会跑，好不好？我那时候就有带水鞋链嘛，应该说他静止不动的时候你也看不到，白的就会是白保护色，然后猴子的话就是我想要看雪狐，就是会跳到雪里的那一种，就弹，然后就弹进去。那也要有老鼠在啊，他才会弹呀、啊。哎、欸，好像那个是不是我们看过别人录到的？就是在雪道旁边看到狐狸盯着他看。有，我没有看过。好像有。哦，我同学说他是去龙，他说他去苗场，然后而且带了国小同学，所以就他说苗场今年有新规定说，如果你要来，就是来。就是在苗场做教学行为的话，学生必须是住在苗场的客人哦，王子啊，嗯，然后或者是要不你就是你住外面，就是得请王子的教练，一定要有消费。所以对我就说啊，他就是两边就是一定要赚你一边就对了。我有本来想说，哈，但是他要怎么落实这件事呢？我刚刚也是这样问我同学，他就说抽练，他说搞得那边的教练。都不敢接，就如果不是住王子的人，他就不敢接。对啊，因为要罚就罚教练，那教练自然就会不敢接。对，他抽一抽罚就到。然后之后那教练就不想在这里教了。应该也是不会吧？就要先问清楚你。嗯。但是我是不知道他这样怎么抓啦。没有啊，就是 petrol。路过到旁边，然后就说就先问教练话就好了。嗯，然后房客一定有带，至少带一张房卡。嗯，然后如果是他们的教练，那就没差了。他所以问话就不会去问那种
他们的教练的衣服的。嗯嗯嗯，那就反正有赚到一边就好了。对啊，所以这个时候啊，你就搞到一个学医很像他们教练的，站在那边就好了。他都已经到你旁边了，他是分不出来你是他们的教练。他远远看到这个衣服就不停在这了。可是我不会做这种事的、啊。不知道。有点冷。来逗一逗。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有办法看得出是不是在教你。就他们的行为模式还蛮明显。有点冷耶。热身滑开啊。轻松哦，还好啊，还好。你试着跟我做一样的这样子，会更轻松，几乎脚都不会出力。那我的速度还可以跟得上嘛？对不对？嗯，还可以嘛？还是再慢一点点？不会。好，你跟我摆一样的动作就会更稳了。好，一起准备动作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开始速度会变慢。两个 pose 一模一样，开始速度都差不多。这个时候把刹车的那只脚收起来，
就是这个时候也要趁机练习那个小弯弯的感觉。折不下去。有没有吃太饱？被电器包卡住了，而且包括手机，到处都很酸。到处都很酸。有一点。昨天用太大力气。昨天赶路的时候用太多力了，很拼，然后现在屁股很痛。又是白马了，不是要测？对啊，因为中间放假。对啊，但是我赶测，应该说放完年假回去，我们两个就要骑了。我是二月中，而且那时候应该1月15号到30号之间，我就会知道签证的消息。哦，真的、哦？就是两个礼拜到一个月。现在连那个申请都还没出去，因为那个申请没那么久啊，他们可能学校批次就在那边慢慢搞。那我们一样要滑熟悉的路线，一直到最底最底才切过去，还是这一次就要滑不一样的路线？都可以。现在这个最上面就已经是那个可以分岔了。你要不要看一下缆车是不是全部都有开？
刚刚我在票亭的时候有注意，在那里都捧我的讯号就好了，所以真的是只有屋子里不好。那有可能天线在屋子上，屋子正下方是收讯不好。嗯，是这样吗？是啊。lift 运行状况。捋咯。哦。那为什么有短的它不开啊？有一个短的一直都不开，对不对？为什么、啊？那个 romance 可能销量不好。那开了没？因为我们那个平常做吸管的那个高速啊，那个高速就可以涵盖那个小的。嗯。对啊。所以他们可能觉得这样不划算吧。哦。那不是 Gondola 吗？你不要，那个是 lift。 你嘿，我就以为是有小动物了。 lift 那个 lift 有开，那个蛮高的。这里的雪道都还算安全，没有让我有那种感觉掉下去我就滚下山那种感觉。我们沿路都是，因为马之辈最可怕的是看起来像摔下去就滚下山，要死了。怎么办？你今年敢去吗？我觉得我好像还是，如果还是那样，我就不敢去。除非它满满的松雪把那个Margo 填满，我才要去。应该说那是一种练习啦。但是它很深。对，但是其实我们顶多都在上面，顶多就是自己害怕侧倒而已啊。我们在那里没有真的摔过啊，我们就这样，就是自己那边抖，一直抖，一直抖，歪一边这样。这个才叫斜，好吧？要滑掉一大早有体力的时候去，不要又让 Patrol 来盯我下班。是吗？但那个合作长得很可爱，每次搞收集一个，才不要嘞！我不要做那种让人家赶回家的。限量开发，雪道旁边都这么漂亮。嗯，你
说白马就是都是雪道了。你看八方，八方都快把整个山都挖满了。这、嗯、整个都是雪道面是不是、嗯，都是白的。你叫猴子怎么生存？哦，那这个算树很多的、欸。嗯。特色、喔。嗯。我有跟我同学，他说他东京住，我就跟他说，好，那你可以考虑来支付。是旧路去尿尿啊？尿尿尿？去南馆？哎、欸，不要去南馆。南馆门口就是尿厕厕所。对啊，所以很方便啊。嗯、只是这样就这个坐两次，但是其实也还好。我们今天时间多。对啊，这里就这么几个缆车，你不重复坐怎么可能？南馆上厕所、啊、就划我们习惯的啊。先热身嘛。我们有要去拍那个吗？2000。我有拍过哎、欸，我跟男朋友拍过。哦、你要拍吗？那不要。你要拍吗？我可以帮你拍，他很可爱，帮你拍一张。怎么样？对就好了。我有拍过。
得到了一个全程 non stop 从山顶滑到山脚。九九轻松滑。嗯。哎，厉害了吗？如果脚，你应该脚也会酸吧？一点呐、啊。中间有一些地方速度拉得蛮快的。哎。你。